现在我们开始学习少林通背拳。少林通背拳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很多。通背拳在中国元朝时期就已经流入到社会中去。那么我们现在知道，有河北通背拳，有山西通背拳，山西通背拳，还有山东通背拳，以及江苏通背，他们很多都是从少林寺传出去，以后经过历代的演变，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地方拳种、地方风格。他们那些通背拳和现在我们少林寺的通背拳有很大的差别。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学习的不是少林通背拳，应该说凡是从少林寺传播出去的少林通背拳都是少林寺真正的拳种，不过是经过历代无数前辈加以磨练，形成他们自己家乡一种独特的风格。其中我们知道河北有专门研究通背拳的通背拳协会，山西也有研究通背拳的组织和协会，他们练的和现在少林寺练的多少有点不同，有点出入，更显示了我们中华武术宝库中的精髓，更显示了我们过去武林先人的聪明智慧和财富。那么下面我要给大家讲解演练的通背拳，是少林寺古老的拳种之一，它基本上是承袭了元朝时期的动作套路，和中国过去古代没有什么太大差距，动作讲究朴实无华，不讲花架子，只讲实用。那么下面我就要给大家注意的演练和讲解这个动作套路的用途。现在我把少林大通背拳这个整体套路给演练一遍。
我们把这个少林打同北拳分为三段进行练习。下面我把第一段整体给大家演练一遍。好，下面我们对少林打同北拳进行分段逐个的动作讲解示范。下面我把第一个动作起身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。第一身要平心静气，两手用腰间握拳之后向两拆平分，缓缓地举起，如同托起太阳一般，举至头顶前上方，汇成一股强烈的气流，然后融汇于两个劳宫穴之间，落下来，合掌当胸。这时候一念想象，把这个天地宇宙大地之间的浑元之气净化了吸收了，化到这个整个身体五脏六腑中去，起到调理脾胃的作用。这是第一式。下面我把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儿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下面一个动作预备式，两手落下来之后抱回腰间握拳，紧接着两手又握拳变掌向上提起，不要超过这个胸口，同时两个脚后跟离地向上提，整个身体向上提，接着提到顶点以后向下按，双掌同时向下按，双脚脚后跟也同时落地，双脚脚后跟落地动作完成，双手也抱于腰间，这个动作同时完成。预备时请大家跟我一块完整的演练一次。下一式，也就是这个武术套路中的第一式，金沙飞掌。下面我给大家边讲解边示范做一次，大家请看。左脚向左跨一步之后，左手由腰间发出，右拳变掌，从右向左前方摸平之后，左手收回腰间，右手右腰间猛然冲出去，同时右脚向前抬，和左脚并起，右脚横脚，右拳
下面我们把金沙飞掌这个动作一块儿完整的做一次金沙飞掌。 下一个动作，大呼靠山。下面我把这个动作和大家完整的讲解演练一遍。第一个先动的是右脚，右脚向后倒退半步之后，右手右左方绕圈，绕一圈之后，这个左手。 依然右后向前抡背，转圈转一圈，右拳架于左膝盖上，拢挺死前方碰左胸部。下面我把这个大呼靠山的背面给大家再交代清楚的。 做一遍。下面我们大家一块儿完整的把大呼靠山这个动作一起做一遍。下面我们大家一块儿把这个背面的动作。 一块儿做一次。下一个动作，顶心表圈。现在我把顶心表圈这个动作完整的讲解做一遍。上，左步为半步，之后。 右拳由后前上方落下来，在自己的胸前和左拳汇合之后，左拳右手背抬向前冲出去，右拳我拳抱于右腰间。下面我们一块儿把这个顶心标拳做一次。 下一个动作，二浪单闪。二浪单闪中间有一个过渡动作，要在胸前两手握拳，呈十指交叉状。现在我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演练一遍。由现在的左臀部变为转身向右，左拳右从拳变为向。 右前方画弧，接着左脚向前抬腿，右脚从左脚里面掏出来向前跨一步，接着右拳和左拳同时在自己胸前岔开，向两边捅拳，二浪单闪。 我把二浪单闪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儿完整的演练一次，二浪单闪。下一个动作，双关铁门。下面我把这个动作和大家讲解演练一遍。 右脚向左前方移动，左脚在原地抬起来，垫步撑左胸部，双手右伸开状态，握在自己的胸前，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。
母平时做前方。现在我和大家一块儿完整的把这个双关帖文做一遍，大家请注意看两个手的运作变化。下一个动作，山门炮拳。现在我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演练一遍，由现在的左虚步变为向上稍微移动，接着踢右膝，抬右脚撑右踩脚，接着右脚落地。紧接着下面一个动作，右拳驾驭自己的头前上方，左拳猛然从左腰间发出去。下面我把三门炮拳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儿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三门炮拳，下一个动作紧痛线痛。下面我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演练一遍，由现在的右弓步上架打冲拳变为右脚向左前方跨一步，变成右虚步，右拳右头前上方下来变掌向下看，左手右拳变掌驾驭自己的头顶前上方，叫做紧突线突。下面我把这个紧突线突的背面动作和大家慢慢的演练一遍，请注意看它的手势的变化。下面我把这个紧痛线图和大家一块儿来完成它。现在我和大家一块儿把紧痛线图这个背面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下一个动作前进炸拳，我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演练一遍，仍然是右脚前动，右脚抬过来跳步之后左脚落地碰马步，右拳抱于腰间，左手右掌变拳扎于自己的身体前下方。我把这个千斤扎拳和大家一块儿完整的演练一次。下面我把大同背拳第一段和大家一块儿完整演练一遍。下面我把第二段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，请大家注意观看它的手型手法的变化。
下面我们进行第二段分解、讲解和演练。第一是拉弓射箭，由现代的马步变为做弓步，接着先冲右拳为冷拳，右拳冲完之后，请大家注意看这个细节动作，右拳变掌向前抓一尺，抓了以后收回右腰间，紧接着左拳由右手背内拆发出去，称为马步左冲拳，右手放在右肩膀前上方和这个肩膀背后。现在我把这个拉弓射箭和大家一块儿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下面我把下一个动作腰肢翻山和大家讲解演练一遍，接前一个动作仍然是拉弓射箭，右脚跳起来立起来向上跳步之后，左手右手在自己的胸前交叉分开，像两个翅膀一样翻，接着是跳步落地变成左虚步，两手转一圈交叉于自己的胸前。下面我把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，腰肢翻山，下面我把下一个动作和大家完整的讲解演练一遍，腋下长滑。第一步先冲拳，由左虚步变为左弓步，左步上前跨半步之后，右掌向上翻过来，翻过来之后接着冲拳，左手握拳拳心向上抱于腰间，右拳拳心向下向前冲拳，目平视前方。现在我把腋下长滑第一个动作和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，大家注意手型手势的变化。下面我进行腋下长滑第二个动作的分解、讲解和演练，大家注意看这个手型它的变化，由现在的左弓步右冲拳变为右手收回左手向下之后向上拧手翻，由刚才的左弓步变为左虚步，同时左拳向前下方冲，右拳握于腰间。下面我把腋下长滑二背面动作和大家交代清楚，你再做一遍。下面我把腋下长滑二和大家一块儿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下面我把腋下长滑二背面动作和大家一块儿完整的演练一遍。
下一个动作单峰贯耳。现在我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演练一遍，大家注意看，用现在的左虚步变为右步向前跨一步，成右弓步之后，右拳右右腰间拔出，向左前方击打，打至右弓步前面，红拳又叫戈拳，就是戈当的戈。之后这个左拳右拳变掌，击打右手背内拆，叫做单峰贯耳。现在我和大家一块儿完整的把这个动作演练一遍，单峰贯耳。现在我把下一个动作追风项链和大家讲解演练一遍，这个动作步行变化不太大，只是先动右脚，右脚向左垫步跨一脚的方向，紧接着两个手向前后伸开，左手由现在护手变拳，右拳向后击打，左手向前击打，现在我把追风项链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儿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下一个动作顺手牵羊，现在我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演练一遍，由现在的右弓步斜行变为两脚同时向左转，变成马步，左手由前方打之后拨于腰间，右手由后方拉回，向前向上向下扎，扎到下面变为掌，母平死前方。现在我们大家一块儿来把这个顺手牵羊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下面一个动作猛虎跳肩，这个动作稍微有点难度，先击打左脚，这时候站起来成为高立步，双手抱拳于腰间，下面紧接着是左手击打左脚，左手击打左脚完成之后，左脚不落地，紧接着二七踩脚和猛虎跳肩，这个动作必须连贯一字完成。好，现在我们大家一块儿把猛虎跳肩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。现在我把第二段动作完整的和大家再演练一次。下面我们进行少林大同北拳第三段的讲解练习，现在我先完整的给大家做一遍，请大家注意看好手型和手法它的变化。我们先从猛虎跳肩开始，
下面我们进行第三段，分解动作，演练和讲解。下一个动作，指引翻天，由现在的左瀑布变为起身，左弓步接住，左拳收回，向前击打，右手扁拳护在自己的左肩膀内抬。 沿向左前方平视，这时候这个拳一定记住是进冷拳，这个下拳沿向上，上拳沿向下，这是反着的。这个动作叫做指引翻天。现在我把这一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儿完整的演练一遍。 下面，我把下一个动作前往托塔，和大家讲解演练一遍。前往托塔，由现在的左弓步、左冷拳变为右步向左后方倒步，倒一步。那么上面的动作，左拳。 右手内拆绕一圈，仍然向左前方击打出去，绷拳。好，现在我们大家一块完整的把这个前方托塔给做出来。 下一个动作名字叫做“管经一闪”，这个动作动作稍微复杂，是分为三个招式。第一步，由现在的插花步变为左步向后跨，左手右左腿内抬向外，左手搂手捅出去，接着右手右左腿内抬。 将外抬搂撂，之后变成左弓步，加打横拳，右手在自己的头前上方，左手从左腰间发出，管经一闪。现在我们一块儿把管经一闪完整地演练一遍，请大家。 注意看，下一个动作真主眷恋，我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演练一遍，由现在的左弓步由架打筒拳变为左步向后倒步。 到这个右脚后方之后，双手在自己胸前交叉，交叉以后向后再向前抡背转圈，仍然落回原处。由一开始的左手在前变为右手在前，右虚步。 下面大家一块儿，我把这个真主眷恋完整地演练一遍。真主眷恋。下一个动作，擂鼓飞天，我把这个动作讲解演练一遍。由现在的右虚步变为右步抬起来，之后。 左步向前顶击，双掌由前面插花变为向前下方后方，接着再向前抡背。
转拳，双手同时握拳，击打于自己的眼前上方，叫做雷公飞天。现在我把雷公飞天弄到和大家一块儿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双峰贯耳。现在我把这个动作和大家讲解演练一遍。用现代的金鸡独立式，双拳架于前面，变为左脚向前方落步，跨步变成左弓步，双拳分开向下绕圈，绕一圈之后变为掌，左掌击打于自己的左膝盖前上方，目平视前方。现在请大家和我一块儿来完成这个动作。下一个动作，烈马按拳，我给大家先讲解演练一遍。用现在的左弓步击掌，变为左步向后退半步，变为左虚步，之后双掌由现在的合掌状态，之后反花，右手先向上，左手向下，之后再反过来，右手向上，左手向下，同时两个手右掌变拳，左拳向前冲击，右拳抱于腰间，烈马按拳。请大家和我一块儿来完成这个烈马按拳动作。好，下一个动作比较复杂一点，它是两个动作，但是没法分开，它必须连贯在一起。由一开始的五花起脚到低头往前，一共是五个动作，因为它这是由腾空动作，我们必须一次的完成。那么下面请大家看我完整的演练一遍。我现在先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教得清楚。一拍脚，二扫脚，二起脚，旋风脚，回头往前。现在我们把五花起脚和回头往前一块儿演练一遍。现在我把这个五花坐山和大家讲解演练一遍。五花坐山也稍微有一点难度，请大家注意观看。由现在的右弓步变为右脚向左前方前下方起，左手抱于腰间，右手看当于这个左前方，接着落步，左腿抬起来，这时候双手开始按顺时针方向轮背转一圈，转一圈变为马步，都架于自己的头顶前上方，左手放在自己的左膝盖处，目平视左前方。
现在我把这个五花坐禅和大家一块儿完整的演练一遍，请大家随意观看。下面一个是手势，由现在的马步变为右脚向里收回，同时两手放于自己的腰间，向下向后向前向下方按当于自己的两大腿前侧，目平视前方。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完成这个手势动作。下面是最后一个动作，最后一个动作对于练习这一整套拳非常重要，这关系到我们的身体健康，就是一手丹田，由现在的两手掌放在自己的大腿前外侧，变为两手同时托起，之后向两侧同时伸展伸开，两手手心意念中想象托着一个气球，缓缓地举于自己头顶前上方，之后合掌落于胸前，目平视前方，心中意念把这个气息给调和均匀整齐，把五脏六腑给调理顺畅，收拾还原。现在我们一块儿把一手丹田收拾还原这个动作完整地演练一遍。现在我们一块儿把最后第三段动作完整地演练一遍。现在我把奥林大同背拳这个整体套路给演练一遍。
真是功德无量，最后祝你们办得成功，一切顺利。少林功夫有千余年的历史，又有健身的价值，需要挖掘整理和发展起来。传统的武术有灭绝这个危险，需要传播、发扬和光大，保留传统武术。